嗨 ，Bonjour， 我们现在呢在 San Demilio 这个小镇啊，然后这边是以葡萄酒有名的好多酒庄，我们现在登到了这个Château du Roi， 就是什么什么皇帝的城堡嘛，然后可以看到全景哦，这个小镇全景，后面呢是他们的地标建筑教堂，我们等一下会过去看，可以看到后面的全景，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葡萄园呢。这边有一个法国的国旗，后面你看到吗？全部都是葡萄园哎，好多。大家早上好啊！其实现在已经中午快十二点了，我们才来吃早餐。早餐我点了个茶，还有大饼呢。我老公点了咖啡，大饼还有绿豆泡着就。我们现在吃早餐，然后等一下要直接搭车去那个 San Demilio 参观那个酒庄，我们要开始去。现在坐火车到 San Demilio 这个小镇了，就是这里是那个很多红酒很多酒庄，我们就过来参观一下酒庄。但是这里真的是小镇啊，这火车站好小啊。我们现在已经到 San Demilio， 后面真是大片大片的葡萄哎，但是太阳太热了。我们现在呢要走去市中心，小镇非常的小，没有公交车到市中心，只能走过去两公里，超级大的葡萄园，全部都是葡萄园。上面的那个城堡看起来不错。看到吗？大片大片的葡萄。其实现在呢，他们已经结了葡萄，但是还没有熟，还是那个绿的。真的是很热，八月份来的话更热吧。因为我们是没有车，也没有租车，也不会开车，所以要走路过去2公里。我们下面有人要往上爬，上面可以，我们看来没有爬上去，我们现在要爬上去。我们现在呢爬的叫沙都菊花一下，哇，可以看到三 D 利用的全景。恭喜你，我们继续往上爬，爬到顶。什么是把图书是把它给我们的。我们爬到一半了，可以看到这个风景。等下我们要去对面这个野柳花。懂啥都？哎，你别让我擦呀！哎呀，难过。可以听见鸟叫的声音哎，超美的。Après le manifestant. Oui, mais c'est celui qui. Et c'est pas un policier. Il avait un casque de police, il avait un truc de police, mais c'est pas un policier, donc il n'a pas le droit. Bonjour, Bonjour， 我们现在呢在 San Demilio 这个小镇，
然后这边是以葡萄酒有名的好多酒庄，我们现在登到了这个Château du Roi，就是什么什么皇帝的城堡嘛，然后可以看到全景哦，这个小镇全景，后面呢是他们的地标建筑教堂，我们等一下会过去看，可以看到后面的全景，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葡萄园呢，这边有一个法国的国旗，后面你看到吗？全部都是葡萄园，好多，好热啊，真的是太热了。对面这个沙多句话，在上面看风景，然后我们刚刚看过来就是看到这个教堂，我们现在在教堂底下。酒在打折嘞。简直了。Chérie, ça glisse. Il faut venir ici, chérie. Con cuidado, vean que afianza bien y luego ya. Chérie, viens ici. Chérie, viens ici. 从上面下来就很滑很陡，你看，他们都是靠着这个扶手慢慢下来的。这个石子太滑了。噔噔噔噔，我想一个飞机喇叭，个飞机喇叭。
我们现在呢是在三地利用，之前已经有参观了一天了，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去了，要坐火车回波尔多，然后明天我们是下午1点钟的车回克莱蒙。其实这边真的好多酒啊，喜欢红酒的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可以品尝好多酒。Bonjour， 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呢是我们在波尔多的最后一天呢，已经整装结束，准备去市场逛一圈，然后等一下就要坐车回克莱蒙了。在波尔多的旅游就要正式结束啦，5天就这么快结束了，真的好快，有点舍不得，就要回去好好工作了。我们现在呢要去波尔多这边很有名的一个市场走一走，看一看看能不能买什么东西，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就要坐车，要去火车站坐车回去了。波尔多之旅马上就要结束啦！天哪！这边市场比国内的市场要干净，有卖花的。这个市场很大哎，什么都有，新鲜蔬菜、水果啊、奶酪、面包、果酱什么的，酒啊、花啊什么都有，还可以在这里吃早餐哎。这个是我刚刚在市场买的草莓，一盒一整盒才3.8欧，而且好香啊，就是像奶油的感觉，它就是很亮，闻起来很香哎，沙松崩，而且好香啊，比在那个超市要好吃很多啊。好喜欢这种类似的游记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哦，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呢，记得点击铃铛进行订阅，那我们下次再见啦。Push and salute.